那个，谢谢你们陪我回家演戏啊！我妈妈一直希望我赶紧结婚生孩子，她要是见到你们，没准啊，第一下子就好了。你帮我找到了糖糖，这点忙不算什么。糖糖，记得待会儿我们要演戏，你要叫叔叔爸爸。不买不买，还都是我爸爸。糖糖，你这孩子，糖糖这孩子挺好的。如果糖糖的爸爸真的是母亲感觉好。 他看起来挺好的。赵琳琳同志一个人把他脑袋打大，真是不容易啊！回来了，清北。 什么时候我老婆孩子了？你在他路上。